眼镜还没修好吗？你的咖啡。谢谢。请慢用。度数不高，戴不戴都无所谓。今天不高呢？我确定我没有在那些协议上按过指印。 为什么鉴定结果说那些指印是我的？指印可以伪造。伪造？你们共同生活，他有很多机会可以偷偷探一你的指纹。这很简单。开庭时间确定了吗？下周三。听他们的意思。 这是什么？看看。起诉银行。我们可以先起诉银行，由于他们监管不力，在你本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，被人盗用你的身份信息开卡走账。这样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你有一个很有力的证据，就是一直使用现金消费。 从来不用银行卡。可是这还是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啊！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，都只是争取时间。如果真的想解决这件事情，只有把钱的来龙去脉搞清楚。根源还是在那4000万上，对吗？没错。你有蛋糕，慢用。 谢谢，快吃吧。